Podcast 的粉丝朋友，我是新化主播。八八节，等一下不晓得要去哪里吗？新化主播告诉你，8月8号到8月10号，在台北世贸英馆的亚太永续博览会有个好去处哦，就是 TVBS 在121的摊位。在这里呢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全场最美的摊位，没有之一了，就在这。看到后面的这个镜面设计了吗？这是我们希望呢，能够把永续共好的概念，那么映射到摊位当中。来这里呢，能够打卡拍美照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卡牌小游戏，考考你的永续小知识。现在就来考考大家，樱桃还是苹果，哪一种水果比较减碳呢？记得来我们 TVBS 的摊位来考考你的永续卡牌小知识。同时来逛摊位之外，记得帮我们扫码投票，争取人性摊位奖哦。